熊啊！今天啦，这天要出点太阳，你要要狗子杀了嘛？我想不杀了，我想出去打工。我过年老表那回来，我听他说让圈子厂那边还可以，我还是远期进厂，然后管几家签一个月，让圈子老表那还挣到钱了的。我在屋头边嘛，还现在还干不到，出去打工。我是想人还是想出去打工？我两个做种下去了，栽下去秧子了，两季从个，从我两种打一些谷子啊。你这会儿还没有去出去打工了嘛？你把谷子撒到边去来再说嘛。撒到这儿给你撒下去了，那两季栽你一个人栽啊？你现在盘儿婆婆都还脚杆痛的，你还敢下田了？你又下不得田。就算是我给你摘了，我来出去，然后人家打谷子，你天气又热，你盘你了，或者帮种的背起上来弄，搞得婆婆又不是平路在山沟沟头边。现在还老早好点嘛，全那半边又没都没住了嘞，就是住我这近处这地点儿。两年时间出去打工去嘛，我就拿背都背起去嘛，单个那个米米过去回家就是噻。哎，婆婆不晓种的，你那两块钱儿打得好多谷子嘛，打也打不好多。啊，我出去。十来天干了基本上就买得了够你年吃了，你两步身那边吃到好多点儿嘛。把它讲那么多赶紧干了，快点米线捞起走喽，来来打点来嘛，我来两块来喂鸡嘛都好噻。哎呀，喂鸡嘛你买包过来喂嘛就是噻，你就插在几块谷子啊，也或者就少喂点，喂个两三个解生蛋就可以了，鸭子精你喂就不要喂，啥子好心情嘛。快点来走，我这谷子拿去走了，明天我捞起来，我该去整了。哎呀，说不定你喊你不要转，你偏要转，两整你病了，整翻了，你不要在那儿叫唤。你伯母在哪儿呢？外甥的啊。还没回来些。这是全子，四五箱秧子的伯母，哪要得到那么多？我都够了，哎呦，蛋仔有点重啊！哎，我怕要跑两道哦。啥谷子啊？啥的了噻？就这几天了嘛。摘了好多豆儿，还是摘豆儿，四条田呢。八字打点一下就提起了，八字小了脚杆走都走不平的。把你耍好了嘛，我乖好了就开始。要得。那乖皮就可以干了。然后太阳给它晒一下，然后那个坟墓一边它就是有温度了就好。哎，这谷子鲜新鲜的很。我这个庄稼就没干够哦。哎呀，没有这点水啥子够？没干。干了几十年了。哎呀，我干的我就不怕。我来耍嘛，你耍点儿。肩膀走动没有？耍了。我来，我去耍。耍了，这儿那年又加了点，你不用。耍二两。哎，不要一下整多了。也可能有点密的，一箱。半斤箱嘛，就是密很了。那个啥了。
哎，再洗点不够就算了。哎，这个古董还要的，好大哟，好长的火哟，长火的很。顺手点，今天那边不顺手。多少点灰？那样子都好吃的。这鼻子上，哎呦，让鼓的嘛，有那么多偏偏的嘛，你这个本来这个偏偏的，就不能。哟，鼻子好的，鼻子没得。不怕风吹雨打。哦，有点扎实的了嘛，有那么多个。这个是用了一年了，一般用两年这种旧。假如我明年才开新的。哎，那些人说这种要管三十年吧，管不到三十年。我、哦、这下子你就要不完了。这是嘛，能干一点嘛？脏的不，这个还是新的。哦。哎，那时候是前年子喷不喽？我就是。多少？多少？